評估美國會制裁這個，我們做了很久了，因為香港有一班人呢就時常都是去乞求外國的政府，特別是美國政府呢就要干預香港的事務，制裁香港。在制裁的種種手段都有提過下這類的手段，所以我們做過評估，評估就是我們用的量是不多，但當然剛才講過你都是有少少不方便的，如果他說以後每一個購買的訂單都要先拿個入口或者他叫出口的許可證，會不會對於我們很有決心打造香港成為一個創科的中心有些影響，現在難以來到去評估，但是影響都不會很大的，正如我所說很多這些產品呢相信是有其他地方有替代品，不過我們亦都會跟科技界啦，特別在幾間大學裏面做比較高端科研的人士呢是保持聯絡，任何的制裁行動呢都不會嚇怕我們的，我們亦都有心理準備，有需要有時候我相信國家亦都會採取反制的措施，去到這個外交層面呢由中央提出的反制措施而需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配合，我們一定是會全面配合。